我们 MCI 的 Edison 的变速箱，那个底下，那个就是 MCI 的变速箱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种车子的西德制造的变速箱。这个都我们这边自己再生的。这是。
开走，刚刚好像厂长，对，是属于要跟厂长讲的，因为他刚刚在问，他不知道啊，他可能没看到，哦，他不知道，对，他可能过去找你，公司那个营销处那边直接打，直接打给你，哦，对啊，再见。Thank you.
照我干嘛？Thank you.